家好，欢迎来到软体小百科。我今天呢是要讲的是我们的心脏。我们的心脏呢，简称是心循环系统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器官。左胸脯它会稍微大一点点，天然的，所以才会这种情形。因为我们的心脏在左边，它在跳动的时候，左胸脯它会稍微大一点。心脏呢，其实在跳动的时候，它有一个生理叫做心。我们今天要准备了一个听诊器，然后我们的 Angelina 听一下她自己的心音。你的心跳很平稳，有点慢，有点慢，有点慢。因为我的是，你是，表示你平常应该是一个冷静的人。那我们心音其实它有第一心音和第二心音，收缩起，咚咚咚是一。都不是二，心音可以听得出蛛丝马迹，就是我们的心跳有没有规律啊，它的强度。大家可以听我们的呼吸有没有顺畅，有没有积水。它的呼吸声音很干净，平常应该是家里有空气滤清机。然后它可以听我们的肚子，你吃早餐，因为肠胃没有在蠕动。真的，我只听得出这些。啊，这个听诊器呢是由一个法国医生，他叫做内克181658。以前的医生在听诊的时候，他其实是耳朵直接接着听的，其实很害羞。那这医生李国义他太害羞了，他有一次在帮一个很胖很胖的女生看病的时候，他怎么听都听不到他的心跳声，所以呢，他就看到窗外有小朋友在玩，他们玩一种游戏，另外一边讲话，他就听到，哎呦，听到那个声音了，他就发明这个东西。我们心脏呢如此的重要，我们要如何的去锻炼它？例如什么？跑步啊，游泳啊，来脚踏车啊。我们最近最流行的就是超慢跑。大家记得追踪一下我们 Angelina 的 IG。好，我们下期见喽，拜拜。